但是仍然不够用，不少人搭计程车就医，更有很多民众拿泳圈充当担架。紧急召回休假中的医护人员也不断有紧急情况下，他们只能一批收10位的伤患救治，一晚超收7倍的量，两间马街医院召回超过200名的医护人员。 从车上小心被搀扶出来，左脚掌上还悬挂着一大片的脚部皮肤，惨不忍睹，已经是重度烧烫伤病患。第一时间急诊完就得送入加护病房。会这么严重？因为伤患都是身穿泳衣或比基尼，最小的16岁，最年长38岁，大多也都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，以上等级。以程度来看，如果烧到全层皮肤，就是三级，可能会痛到脱水、休克，疼痛程度比生产还要高出许多。一对于不少 伤者身体跟嘴巴抽搐、颤抖，都有细菌感染跟败血症的风险。皮肤会变成暗紫色，甚至大片的皱褶疤痕，未来可能也很难再穿泳衣。不过有些都还在插管治疗，得先度过这黄金72小时，不断换药观察，后续救治才是关键。 研究中心，所以这一次也是收治了有44名的事故的伤员。那其中有22名的病情是非常严重的，最严重的有4名，他的全身的肌肤呢都已经有白关注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，院方也是表示说，现在救治呢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。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皮肤的移植状况，因为呢近期有大量的这个伤患他需要进行皮肤的移植，那是医院目前的库存是有限的，所以他。 荣民总医院呢，也是紧急的调集了从南部的医院调集了一些人工的患者呢，是非常的费力子照顾，对给一个。